还有五十粉，好。因为实在是觉得舍不得，是这样的，我们的暗可环节呢有一个设定，这个设定就是我们在彩排的前一天会拍一个抛硬币的视频来决定是否要唱暗可，但是因为我们前一天彩排的时候彩排到凌晨五点钟，所以彩排完之后大家已经没有精力在搞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就说那好吧，那第一场我就肯定要唱了。所以说因为呢我只唱过一次暗可，其实是上一场演唱会的时候我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环节啊它怎么样才能够好玩一点，所以我想说我想要等久一点看一下会不会有人真的走。反正歌曲你们也都知道要唱什么，我也不做介绍了。其实我们这一场演唱会，真的，我觉得大家都很不容易，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想法，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最棒的一件事是，我们都在努力的去解决问题。然后我想说，今天其实你看到，大家看到Dancer老师，其实，是有人受伤了的。其实是对，因为彩排的时候不小心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受伤了，但是我今天问他，我说就是本来我的意思是说可以不用上没关系，我们可以少人，但是我问他，我说你可以，他给我的回答是站在舞台上那一刻绝对没有问题。当时我觉得说这个舞台的意义，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于说我一个人，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在完成这么棒这么美好的一件事儿，所以它才会让我这么的留恋，就是难以去忘怀。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事物，大家欣赏我们努力去做好让你们欣赏的那个状态，去准备每一个细节，包括导演组也是，其实灯光师昨天编到很晚，然后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舞台能够做得非常的完美，但是哪有完美的舞台啊，这个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事情，这不是有完美的舞吗？没有完美的，你只有更好，就是你这一次你做到这样，你觉得说不甘心，我为什么我还可以更好，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对于我一个固执的金牛座来说，我觉得不，我就是要做到最好。可是一次一次的给我的感受就是啊，为什么又这样啊，为什么又那样。但是我今天早上洗澡的时候我就在问我自己，我真的输了吗？我真的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做好吗？我给我自己的回答是，我说我没有，因为我知道站在舞台上的前一刻我都还在努力着，然后赶紧唱最后一首歌了，真的送给他们。所以呢，妈妈，所以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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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欢迎你们。